大酋长，船舰在通过猛烈漩涡的时候严重受损，没办法抢救了。我知道。我们能够确认现在的位置吗？这里是卡林多吗？我们遵照你的指示往西航行，应该没错。很好。有葛罗马许地狱后或是其他船只的消息吗？没有，大酋长，失散后就没有他们的消息了。准备动身吧。如果我们的弟兄能成功登陆，那应该可以在岸边发现他们的踪迹。好的。这是我们的船，大酋长，他一定是在暴风雨中撞上岩石沉没的。不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猪一样的生物。至少他们比人类好看。那些半人半马的家伙在屠杀牛头生物。我为了远离无谓的纷争才来到这里，但看来这里也到处都是纷争。曾卡，大酋长，我们就知道你会找到我们。虽然卡战士，很高兴看到你们安然无恙。你们是地狱吼船队的人吗？不，大酋长，我们在暴风雨中失散了，我们才刚来到这里。好的。为了荣耀。那些半人半马的家伙似乎准备去打仗。为了荣耀。冯卡，大酋长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战士。你有见到那些半人半马的冲过来了，准备迎战。Loktar，Loktar。我是凯恩，血蹄牛头人的酋长。你们这些绿皮肤战士的勇猛和蛮力让我相当钦佩。我是索尔，这些是我的兽人同胞，我们是来这里追寻我们的命运。追寻命运。年轻人，命运迟早会找上你的。不过，在遥远的北方有一位神谕者，或许能够……北方？但刚才有半人半马的部队往北方前进。什么？不，我的村落有危险了。我要知道更多这个神谕者的消息，跟着他们，尽力保护凯恩。你的部族安全了，长者。多谢你，年轻的大酋长。但是半人马把这一带的猎物统统赶跑了，我不能让族人们挨饿。很快，我们就要启程前往北方青翠的莫高雷草原。但是你害怕他们会袭击你？是的，他们在平原上的速度无人能及。如果你能告诉我怎么找到你说的神谕者，我和我的族人就会护送你们。我很欣赏你和你的族人，年轻的索尔，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。这块大地崎岖壮丽，很像我们族人的家乡。是的，我们牛头人一向尊崇大地之母的杰作，但相较于在开阔的平原上生活，在这块土地上的日子并不容易，年轻的大酋长。或许吧，但是我的族人需要一块土地建立我们的家园，凯恩。大酋长，我们发现一群盗匪正朝我们逼近。凯恩，科多兽的负担太重了，他们必须休息，你就留在这里保护部队，让我们去寻找绿洲好吗？哈，孩子，也不用担心，我虽然老了，但还不至于一无是处。
MW。干嘛？灵魂蠢蠢欲动。什么事？凯恩，部队要被追上了。大地之母的愤怒会让他们受到应得的惩罚。他们不会再来烦我们了。至于你，年轻的大酋长，该是继续你们旅程的时候了。那个神谕者到底是什么？传说中，他可以看见大地之母编织的命运脉络，也可以为你指引命运之道。我可以在哪里找到他？在遥远的北方，靠近海加尔山幽暗的山脚处，有座石爪峰。你可以在那里的山谷中找到神谕者。我会把最好的科多兽交给你，在一路上协助你们。多谢你，凯恩，我不会忘了你的。带着荣耀去吧，年轻的大酋长，愿大地之母对你微笑。你好啊，伟大的马诺洛斯，入侵行动怎么样啊？这些脆弱的人类根本没有办法抵抗。看来天谴军团表现不错，不像那些我认识的人。别惹我，金巨领主，兽人的失败我心知肚明。等我找到他们之后，我会亲自惩罚他们。啊，事实上那就是我来的理由。我想你应该要知道，那些兽人已经不在这里了。什么？你确定吗？那当然，马诺洛斯，至少我的手下一直都很可靠。他们告诉我，兽人已经抵达卡林多了。卡林多，他们怎么会？哼，兽人是我的，不管他们逃到哪里，都会受到我的掌握。而且你是我的，马诺洛斯，你最好牢牢记住这点。我们先观察这些顽固的兽人，等待时机。虽然他们失败了，但还是可以好好利用他们。大酋长，我们已经走了一个星期，除了半人马和猪人以外，根本没有能打的。我们需要真正的敌人来证明我们的勇猛。是的，这漫长的旅程和刺眼的太阳，我们都要受不了了。但我们还是必须前进，直到找到神谕者之后，一切就会水落石出。如你所言，大酋长。快看，是战歌氏族，而且他们在跟人类作战。该死的兽人，你们竟敢跟着我们来到这块大地！闭嘴，人类！等等我撕裂你的时候，你会巴不得把嘴给闭上。洛特尔战士们，地狱吼需要支援。哦，葛罗马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这些人类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就跟我们一样啊，老弟，他们的领袖是个叫普劳德摩尔的脆弱女人，她的部队封锁了通往北方的路。不管她愿不愿意，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条路。我会派猎人去侦查，同时建好基地，准备好以前离人类远一点。大酋长，你说了算。为了荣耀，要干活了吗？我很乐意。没问题。有了他们，我们早上就可以到达十爪峰了。真正的战士会直接从人类手中拿下那条道路。你疯了吗，格罗马雪？我给你的命令很清楚，叫你离人类远一点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别对我说教，小子，那些混球全都该死。你没发现吗，索尔？这就像从前一样，就像恶魔潜伏在身边一样。我不知道你和你的手下到底是怎么了，但这种嗜血杀戮只会带来严重的后果，我们可没办法承受。抱歉，索尔，你说的对，我会克制自己的。我不能冒这个险，格罗玛雪。带着你的部族前往北边的森林，为我们建造一座营地，等我们找到神谕者之后，再回头来找你。该死的索尔居然把我们丢到一边，他居然派他最伟大的战士来做苦工，没有我他就输定了。酋长，这些森林不太对劲，实在太安静了，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一样。你们现在是怕鬼吗？这边除了古树跟阴影之外什么都没有。你有听到吗？这个地方闹鬼了。我不怕活生生的敌人，但我的斧头砍不中没有血肉的灵魂。给我住嘴，回去工作。大酋长的新营地需要大量的木材，把这片森林全都砍光。大酋长，那些闪烁的光有点奇怪，难道那就是让你们害怕的恐怖鬼魂吗？酋长，伐木的工作完成了。很好，那我们马上开始建造营地。还是认得这个该死的地方，这片谷地里有我们远古的敌人夜精灵半神塞纳留斯。对，阿克蒙德领主下令要杀掉塞纳留斯，才能进行入侵卡林多的计划。我会好好把握和他再次战斗的机会，但是他十分的狡猾，而且很少暴露行踪。你说的像是宿命对决一样，但你养的兽人最近夺下了大片领地，还惹火了他。阿克蒙德领主和我相信，兽人就可以帮我们杀掉塞纳留斯。
他们对上塞纳留斯应该没什么胜算。我记得他的力量十分强大。对，但你也很强。很久以前你和兽人缔结了血之契约，如今他们依然受到束缚，你要做的只是强化他们的力量。金巨领主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把你那燃烧的血液滴进这个池子里，它复活的力量会吸引兽人过来，一旦再次喝下你的血，他们就无人能敌。谁敢玷污这块古老的大地？是谁想挑战塞纳留斯和夜精灵的怒火？我们开战吧！森林捂不过来了，我们受到攻击了、啊！我们的城镇受到攻击！见面了，格罗马许，马诺洛斯，这不可能！我是来带领你和你的同胞回归的。虽然你们兽人让燃烧军团失望了，但是你们有机会再一次服侍我们。不，我们是自由的。愚蠢可悲的生物，我是你心中的残暴，我是你脑海中的怒火，是我赋予了你们力量，为这个世界带来混沌。以无尽虚无之名，你们会听从我的号令。大酋长，我们侦查了这座山峰，人类在通往山顶的路上建立了许多防御工事。他们到底想做什么？如果他们想开战，早就该攻击我们了。伊什尼阿罗布拉，年轻的大酋长。凯恩，你来这边做什么？我们欠兽人的债，只能用生命来还。我们来协助你寻找神谕者，不过那些穿着盔甲的粉红皮肤人看来很麻烦。那些粉红皮肤的生物叫做人类，是我们在海洋另一端的敌人，他们看来打算阻止我们靠近山峰。神谕者的知识应该属于所有人，或许栖息在附近的蝎尾狮可以帮得上忙，他们对这些有敌意的入侵者可没什么好感。我是大酋长，快点进行吧。阴山人在奴役那些蝎尾狮。皮
听好了，老家伙，十爪蜂是我们的，不管是你们这些畜生或者人类，都没办法活着离开这里。恭谨，姐妹们。好了，这些蝎尾狮现在可以帮我们抵达山顶。大酋长，请下命令。等等，大酋长。那一定是葛罗马许之前提到的年轻女法师，看来她也在寻找神谕者。小心点，年轻人，那个洞穴很可能有埋伏。别担心，凯恩，我是人类带大的，我很熟悉他们的小把戏和诡计，我不会让他们阻止我找到神谕者的。前面有岔路，通往不同的方向。不论是哪边，看来都得走很长一段路，或许我们该分头前进。好吧，但小心点，年轻人，没有人知道在山洞的深处会遇到哪些古老的生物。我会的，凯恩，祝你好运。大伯，为了荣耀。物品完满了。我是艾苏恩，古代月之子的公主，除非找回我的心，否则没有人可以通过。雕像的魔力制造了一个无法穿过的屏障，他说的心到底是什么？好的，灵魂蠢蠢欲动。是兽人，快拿起武器。大伯，为了荣耀。真奇怪，我不记得在这块大地有看过羊。以兽人来说，他还真聪明。是陷阱，准备迎战。大哥，那些阴身人快杀死那个倒霉的怪物，看来他们是为了怪物的宝藏，只要解决他们，我们就能拿到宝藏了。为了那个大怪物在保护这个魔法护符，我最好收好它。为了荣耀。干嘛？灵魂蠢蠢欲动。这是你的心，艾苏恩，现在为我们打开通往神谕者的道路吧。好的。大伯，显然这是某种灵魂构成的桥梁，但是启动这座桥的魔法宝石不见了，如果运气够好的话，凯恩会帮我们把它带回来。我的老骨头有点酸痛，你要休息他们。伊什诺婆若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不，不是那里。你要休息他们。我的荣幸，这个充满针刺的地方有许多野猪人，看起来他们正在保护某种宝石。我的荣幸，你要休息他们。
这一定是触发陷阱的机关。马上去，要勇敢，年轻人。我的老骨头有点酸痛，死得真惨。这个宝石地下刻了字。哦，这就是石爪深渊的灵魂石。如果传说是真的，那么这个宝石就能够开启通往神域者的灵魂之桥。我的荣幸。一时都拦软了。说的没错，我的荣幸。你要是灵魂之桥，就和传说中形容的一样。年轻的大酋长，通往神域者的道路已经出现了。为了荣耀。是兽人，我就知道我们被跟踪了，准备迎战。住手！在这个地方不容许暴力。这个声音，你不是神域者，你是先知。你很敏锐，杜洛坦之子。我就是先知，我引领你们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告诉你们命运接下来的发展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索尔，这位是珍娜·普劳德摩尔，罗德隆幸存的领导人。幸存者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燃烧军团开始入侵了，罗德隆已经沦陷了。现在这些恶魔打算进攻卡林多，只有集合你们的力量，一起对抗黑暗，才有可能拯救这个世界。和他们合作，你疯了吗？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燃烧军团这次入侵会摧毁所有文明，终结所有生命。索尔，你的朋友地狱吼已经被恶魔控制了，再过不久，他和你的族人就要万劫不复了。不，我绝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。那你就得马上去救他，在我向你展现的命运里，他是个关键因素。不过，你会需要协助。等等，你疯了吗？你该不会真的要我？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，年轻的女法师，抉择的时刻到了。为了众生的命运，人类必须跟部落一起对抗敌人。如果先知说的是对的，那战歌氏族的营地应该就在山脊后面，我们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。我知道，凯恩，我只是从没想到我会亲眼见到这一天，我居然得和我的族人作战。记好了，索尔，你身上的灵魂宝石可以禁锢你朋友地狱吼的灵魂，而不会伤害到他，但是你必须马上把他带回我的基地，我们才能让葛罗马许摆脱恶魔的控制。我很感谢你的协助，普劳德摩尔小姐，我从没想过我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。对我来说也是，我会回到我的基地，并且尽力协助你。祝你们好运，战士们。年轻的大酋长，灵魂疯狂地在你身边围绕，他们感受到你的痛苦还有悲伤。地狱吼就像是我的兄弟啊，凯恩，但是他和他的氏族已经落入恶魔的掌控，如果我救不了他，那我的族人可能也得永远背负这种诅咒。说的没错，受到攻击。你们是人类的走狗，我们现在只服从燃烧军团。格罗马雪，你得跟我走。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，小子？命运的时刻要到了，
马诺洛斯领主现在是我们的主人。谁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啊，索尔，你一直以为是恶魔腐化了我们的族人，但你只说对了一半。我们在德拉诺是自愿献身的，我和其他的酋长喝下了马诺洛斯的血，索尔，这个诅咒是我们自己带来的。你明明知道，居然还对族人做出这种事！我们受到我是大酋长。索尔，天空开始燃烧了。这不是一般的风暴，愿先祖保佑我们。所有人小心！奋战到底，战士们！我们必须在无法挽回以前找到地狱吼。进行吧。盟友的城镇受到攻击。格罗玛雪，索尔，我平静下来了，我很抱歉，真的很抱歉。别管什么道歉了，现在我需要你协助一起拯救我们的族人。马诺洛斯，让我们在峡谷那边对付他。那就出发吧，我不想让那个魂球等太久。
索尔，嗜血的欲望消散了，我身体里的恶魔火焰熄灭了，我终于让自己自由了。不，老朋友，你让我们都自由了。